心是我的梦，心是我的根，日出月落唱个尽，笑看这世间风云，世间风云。多谢二位大人，请。
好啊，盛况空前，首开先河，祥老板描绘的人间美景尽善至美，令人心生向往啊。若创富民强国之路，还需唤起亿万民众。孩子们，练功喽！管着呢，还得好好的练呢。是师父，翻跟头。
师哥，师妹，师父让咱们把三娘教子再细排细排，你怎么耍起乾坤圈来了啊？师哥，那你就陪我排排三娘教子吧。行，我就来那个小薛一哥。多谢师哥。你瞧瞧，你还挺客气，我给你搬把凳子啊。嗯。准备好了吧？嗯，来了啊。母亲罢了，儿啊回来了，回来了，今日为何下世神道？我说妈耶，今儿个老师啊给人家写对联去了，故而回来尚早，至此那是来背。妈耶，吃了饭再背书吧，背了诗再用饭。好，背书，儿子就背书。金朝外战。行，连朝外战。背呀。背。妈耶，我忘了书尾了。干是要剃头。对，我忘了梳头了。三子曰：吾日三省吾身。曾子曰：五日三省吾身。喂喂，妈耶，喂鸡还是喂狗啊？哎，喂人谋而不忠乎？喂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上窗户摔茶壶，拍拍屁股，妈妈娘你好孤独。你与我往下背，你与我往下背，我叫你往下背，我叫你往下背。走，谁知往儿在世他好好读书，不想你如此贪婪。儿啊儿啊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停停停停停停停！怎么了？我说师妹，你这个道白念着念着怎么不对味儿了？怎么不对味儿了？师父教的你是梆子腔，你怎么念成京剧味儿了？那我得问问师父去。哎，别去。师父在那儿会客呢，咱们可别打搅他。哦，师父会客呢。啊，师哥，你听，万物是满增，恕不愿从了。师父来了。你先说。师父，刚才师哥陪我排三娘教子，他说我的道白是按京剧念的，不是梆子的味道。哦，你是怎样念的？
你念来我听。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果然念的不对了啊！要晓得，举重不同，常念韵律自然也是不同。京剧念的是湖广音中州韵，而梆子么却要念成山水画的味道，两者千万不可混为一谈。怎么样，师父，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陕西话是什么味道呢？好，我念来你听。曾子曰：“五日散心五神，为人莫而不重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的悲呀！可说是儿啊儿啊！这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的悲呀！”之后你们都会超过师父的。我与陈班不计门派，取国家之长，融会贯通，方能自成一家。有道是以这一尽人情，越意越美，曲折曲音通神，越曲越圆满。好，你们
练功去吧。是。香儿，过来。香儿。师父。你天资聪慧，嗓音纯正，祖师爷赏你的饭呢。你要用心学艺，我定会勤劳相赠。多谢师父。去吧。祥老板，来，咱们炸上啊！大叔，哎，你老了啊！嗨，这人。哪有不老的？大叔，哎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哎，大叔，哎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我九岁那年就进了这个戏班，嗯，那时你就为我高头打扛，转眼间你的两鬓呐都苍白了。能够伺候您呢，这是大叔的福分。大叔啊，哎。以后这撒靠费力的活计不要做了，让他们去做吧。这可不成，他们谁替我都不放心呢。祥老板，什么老板老板的呀，你要像先前那样。嗯，活儿过来，过来，这可使不得，如今咱是大角了，可不能再叫乳名。哎呀，乳名才好听呢。您跟别的角儿他就是不一样。什么不一样啊？哎，有良心，有良心。大叔，好了，不耽误你练功了。哦，练吧。好，练吧。you
姑论已有两天了，还没有回来，看来仍是无法进去呀。若再拖延下去，圣上见不到变法方略，在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就会前功尽弃呀。变法会先黄铜啊人，民心所向开几天，圣上不官能奸臣啊等，东门增长把手严，不见今天雄中策深宫四海西南宽先生，王武师，你可回来了？回来了。信件送进宫了吗？哎，进来，宫门把守甚严，我根本就送不进去。王武师，不要着急，来坐，坐。当务之急，必须找一个能够进宫送信之人呐。大人，临来之时，我会见了祥老板，我二人常在一起习练武术，彼此十分的了解。我将送信之事陈述于他，他托我转告二位大人，愿为变法维新，进宫送信。想就想，谭大人，你看，想九霄乃一代名伶，若让他冒此风险，不仅攸关他的身家性命，就连他的玉成伴也要受到牵连呐。大那一只火焰王，我胸中日成魔，掀起浪浪，为君英雄一飞毛遂自点。我个分雷之星，话音未落，您就从天而降啊！祥老板，刚才王武师言道，祥老板要自荐进宫送信，实令人感动啊！
祥老板乃梨园豪杰，怎敢劳动大家啊？二位大人，王武师已对我言明，明日我与陈班进宫谢礼，正好借此机会将密信送进宫。祥老板，这可是要冒天大的风险吧？哎呀，事关国家大事，刻不容缓，我岂能袖手旁观呢？祥老板，一番话语点我肝胆，不愧生命像梨园，毛遂自不见不取钱，生死都埋入碗，当心吧。Thank you.
花三声大叫清水花清水花清水花
圣安。免啦。这小李子，车，我请的御茶戏班到了没有啊？一大早就到了，红遍京城的名角响九霄，这会儿正在戏楼上恭候着您呐。我最爱看那响九霄的戏，听说他最近搞什么京巴两下锅，在京城红的发紫，今儿个叫他好好卖卖力气。奴才早就安排好了，就等着您入座啦。别忙，请皇上也来看看戏。皇上立马就到，不过奴才有一事要禀报老佛爷。那就说吧。这近来有些人搞变法宣传，说什么变法维新啦，维新变法了，就连皇上也跟着搞起什么变法来了。哼，你说的这些我早就知道，小鱼儿小虾还能掀翻这昆明湖的石方，还是老佛爷您圣明啊。一阵风刮过去也就消停了，成不了什么气候。至于皇上，他年轻气盛，受人蛊惑，让你的耳目定紧一些也就是了。奴才明白。还有谭嗣同、康有为这些人经常到学馆搞演讲，到处张贴告示，弄得整个北京城市上下不宁啊。搞变法乱了组织，就是背叛我大清朝廷，派人密切注视，万不可让谭嗣同这些人接近皇上。奴才明白。皇上驾到。他来了。你看了紫禁城，白家姐儿臣有一事要与亲爸爸请教。哦，说吧。是，现在民众多有变法呼声，还望亲爸爸
遵从民意，扶持孩儿改革旧制，变法图强。我早已退政，不管国事。你是皇上，对那些个书生狂言、市井小报，不要轻信。作为皇上，更不能卷入其中。秦爸爸，好啦，今儿个请皇上来玉溪楼是看戏的。小李子，说都什么戏码啊？这戏码嘛，老佛爷、万岁爷，您请看。啊，斗牛宫，请皇上点戏吧。这出斗牛宫是新编戏，不仅行头都焕然一新。就也这出吧。新的、啊、我就爱看老的，今儿个我就点他的蜈蚣岭。小李子，撤，马上给我开戏，冲冲这股子血气儿。撤。万岁爷，您请吧。哼！老佛爷钦点，降九霄的蜈蚣岭开戏。
军统谢恩见，冤枉喽！杀死张孟芳，江中团练臣，盗梦张清歌草，江南大一棒，秃头我模样，失信那一封天王，二龙山。官兵哪敢成军，都是不敢行走，且这何以而行？甩开大步，谁甩头？到一
定，要是三师多利索，这个祥九霄不愧是誉满京城的名角，果然非同凡响。是啊，英姿勃发，好好好。好什么？他武松本事再大，若是背叛了朝廷，那也是死罪。哦，是是，张红，快去催小九霄换装，下注换演新戏《斗牛宫》。这新编戏嘛，我就不看了，我累了。小李子，这我要回去歇着去了。听爸爸，听爸爸，听爸爸，这戏不演了。成班的听着，斗牛宫回了，不演了。公公，张公公，请留步。公公，是在身上钦点斗牛宫，未能成亲，我特地为此画了一幅画图，望公公承于圣上。难得你一片诚心，我替你转交皇上。吧，公公，这幅画中是用檀香木特地。纸成，公公，这画中之中有谭大人密金一封，望公公呈于圣上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就拜托公公了。好，我马上呈交皇上。多谢公公。阿弥陀佛。这风
石凯设法除掉这类总督如鹿，夺回军权，而后包围颐和园，让太后暂时监控起来，不让他干涉朝政，这可是一招险棋呀。我们这里已被重兵包围了，亲爸爸爷爷到此有何指教啊？我哪敢呢、啊、我给李请安求你饶命来了。不知亲爸爸此话从何说起呀、啊、你还敢给我装糊涂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密诏是怎么回事？这说话呀，这说不出来了吧？告诉你，袁世凯到我那儿把你们都给卖了。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。亲爸爸，孩儿绝无害母之心呐、啊、为了你，为这大清江山，我操劳了一辈子，刚想到这颐和园过几天清闲的日子，就烦了你了。你是吃了豹子胆了，想不到大清国280年出了你这么一个不孝子孙。亲爸爸，孩儿有罪，但凭亲爸爸处置。只是为了我大秦江山，求亲爸爸不要废除新政。你
还敢给我提什么大清江山？大清江山是祖宗打下来的，你们搞变法乱了祖制，就是乱党理。你还是到瀛台养病去吧，也省得那些别有用心之人成天围着你谋算我皇家的权位。小李子，这多派几个人伺候皇上。奴才明白。万岁爷，您请吧。站着！太后，如今万岁正当有为之年，恳请太后三思。不错，皇上是我费尽辛劳一点一点给竖起来的，可今天我就要把它给废了。太后您，您这样要断送大清280年的江山啊！是谁借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教训到我的头上来了？小李子，给我掌嘴！这，打！扎！真主子，奴才可要遵旨了。何去见人封号，拉下去打入冷宫。陈爸爸，陈爸爸，陈爸爸，脱下去。太后，这样对皇上不公啊！皇上送往瀛台。变法论，谈四统。说你是乱党女子，冤枉你了吗？告诉我，他是怎么给送进宫来的？太后，这封书信是奴才带进宫廷，与皇上无关呐。我问你，他是怎么给送进宫来的？说。里头是大有文章啊！奴才罪该万死，那就成全你了，拉下去凌迟处死。张虎，皇上，您多多保重，奴才拜。别了，我算什么皇上？老佛爷，一
定是那响九霄借进宫演戏之机把这个给带进来的。哼，一个唱戏的竟然如此大胆，看来他这个武松真的要上二龙山吗？吩咐全城搜捕谭嗣同、康有为，连响九霄一并通缉。
儿。师父，清兵抄了邺城丹，正在抓您呢。不要惊慌，我们一同离开京城。师父，您一个人快走吧，不能让邺城丹连累了您呐。不可，我若一人逃走，让我怎样面对梨园同仁，怎样面对你？师父，休想，也是我的师父。师杨老板，你们快快起来，快快起来，我们一同逃走。对，这些行头可不能落。哎呀，大叔啊，只要人在，这些东西自然是会有的呀。是，这比我的命还重要。哎呀，大叔，我们快走啊，我们快走啊。侠客，快走！走！
上堂，作品里真情得意了。但学者温和热我送你上，奈何桥奈何桥，凄惨难了黄铁不着。为什么唱一个唐会你一人挑，你一人挑吗？下。
伴君一去，满天泪，几点银魂，江河倒啊。听社稷，沉睡不振，军变法，壮志未酬，火气萧强，叹君大捷，银戈夫一起观长虹，有心杀子无力回天，仰天潇洒热血，唤醒我华夏山寨。是我的